啊，那么学佛的人真正修忏悔法，实在讲有一个很好的方法，拜佛，一心专注。啊，你真正能发愿，一天拜三千拜，啊，下定决心拜三年，会把你的业障都拜掉。然后你再学东西，你进步就非常快。我们在《隐城回忆录》这本书是在香港出版的，谭旭法师的传记啊，在香港啊，谭老自己讲他一生这个故事。大光法师记录，大光也不在了。啊，谭老我没见过，大光是老朋友。早年我到香港来，啊，大光法师一定会请我吃一次饭，叙叙旧。那个里面有一段故事啊，很多人都晓得晒蜡烛的法师啊，这个法师也没念过书，从小出家，非常老实，在寺庙里做香灯师，香灯师专门管香蜡烛的，这香灯师啊，管这个事情。夏天啊，这个同参道友给他开玩笑，说香灯师啊，你看夏天人家衣服啊都拿去晒晒，这个蜡烛啊长没了也拿去晒晒啊。哎，他真听话，把蜡烛全搬出去，这一晒全化掉了。啊，到晚上上晚殿的时候，没蜡烛了，他就把那个晒的这个蜡烛都没有了。把那个蜡烛芯再去点，那维纳斯看到很头痛啊！怎么你蜡烛怎么会变成这样子？他说有人叫我拿去晒，我就晒，晒之后就变成这样子。你告诉方丈和尚，方丈和尚听了笑笑，好，就告诉他你不要当香灯了，啊，你到阿育王寺去拜佛，叫他。一天拜三千拜，啊，所以他老实啊，教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，他每天就去拜三千拜，一拜不缺，拜了三年呢，他开智慧了，就像慧能大师一样，不认识字，他会做记子，啊，叫别人写，写了之后给这个老和尚看，老和尚一看非常惊讶。真的开悟了啊！以后他讲经，他作诗，完全变了个人啊！这是什么效果呢？老实、真诚，没有真诚啊！真的把自己的业障啊消除掉了啊！那我们今天要消一障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，你要能走他这个路子，你一点都不困难，什么都放下啊，一心礼拜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，想阿弥陀佛，拜阿弥陀佛，啊，如果自己寿命到了，肯定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如果还有寿命的时候，我相信你一定像晒蜡烛丝一样，你会开智慧。啊，所以一个人要想真正成就，难不难？不难呐。啊，关键在自己。
有没有认识，有没有恒心，有没有毅力。恒心毅力与此地忍辱精进都有密切关系。啊，一天三千拜，一拜不缺。啊，跟闭关一样。这是我们这里很近的深圳黄忠昌闭关三年，念佛求生净土，满了才的愿。向霞丽告诉我，他还差两个月，两年十个月，日至时至，他就往生了。他没有生病啊，他要给我们做个证明，啊，他发了这个愿，因为《净土圣贤录》《往生传》里面很多人呢。念佛三年都往生，有人来问我，是不是他三年寿命都到了？我的答案是，不可能。要一个两个，有可能。那么多人，哪里会那么巧啊？刚刚好，哎，三年时间就到了，啊，不是的，而是什么呢？他念佛的功夫成就了。虽有寿命呢，不要了。黄忠昌是这样的，不要了。啊，所以他才三十几岁啊，我不要了，我功夫成就就走了，就证明了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如果你要是发愿，弘法利生。那么你就学晒蜡烛丝，肯定开智慧啊！晒蜡烛丝没有念过书啊，跟慧能大师一样啊！啊，如果你还有一点文化的基础，就更方便了。啊，那么这个三年。就是把你所谓我们通常讲的必须要具备的一些条件，你从这一个修行方法统统具足了啊。那我讲的这个条件呢，你看看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啊，《十善业道》《沙弥律》，你都不需要学，你就天天拜佛，三年拜完之后，智慧开了，统统具足。你不要学，自自然然就是这样的。然后你再晓得我讲的话没错，啊，《弟子规》是信德的流露，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道》《沙弥律》，通通都是信德。啊，你越接近信德。它就自然流露，就是这样子，在日常生活当中表现的，没错。然后才知道这些东西不是哪个人的著作，不是哪个人的创造，不是哪个人制定的。你这样想法，你全错了。自信的流露啊，不要学。啊，我们非常相信慧能大师通通去做，真的他没有学过，甚至你给他讲《弟子规》什么这他都不知道啊，可是人家全做到了啊，信德自然流露啊。啊，为什么真正拜三年佛？拜三年佛，你就想，你看，你从此地，啊，布施放下了，你能把一切放下了，你才肯去拜佛啊。啊，叫你去拜佛，这是持戒，守规矩，
三千拜一拜不漏啊。啊，你能够忍受这些苦，你才能摆得下去，你才能坚持。啊，这坚持就会有进步，你心是清净的，智慧就开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拜佛三年拜佛了，跟这个六波罗蜜相应。智慧开了之后，你要发心弘法利生，那就是底下方便神通等。这个神通就是愿力智啊，自然通达啊，像慧能大师一样啊，所有一切经教你只一接触就明了，不需要学，不但佛法明了，世间所有一切法一接触也明了，没有一样你不能解决。你真正是天人师啊，天上人间这些众生遇到了疑难杂症，向你请教，你都能帮助他解决。啊，所以像这个谭老所讲的锅炉匠，那是念佛往生的，三年。啊，这个晒蜡烛是尤其了不得。他的秘诀就是真诚，就是老实，老实非常可贵啊，老实人对于一切人事物绝对没有一丝毫怀疑，所以他能听别人的，别人欺骗他，他不知道是欺骗啊，不知道说这是上当的，不知道只有老和尚认识他，只有老和尚成就他。啊，老和尚有真智慧，不是凡人的。啊，老和尚知道这个方法正确。啊，三年叫他修什么？净土宗里面讲，修一心。啊，那么在一般讲的时候呢，用拜佛的方法修禅定。啊，三年功夫成就了。啊，智慧先进。啊，三年不是长时间的，并不很长。真能办得到啊。